写一首歌，我最喜欢吃的是客家汤圆。啊、嗯，喜欢吃或吃过客家扮演的茄素。哦，董浩是黑吗？嘿，好，会煮的茄素，会煮的举手。哦，跟阿爸没按过。哎，哇，那我等一下可能要去你们家串门子一下哈。好。啊、哦，看某某天关心你了，很好客哦，某某天啊，真的不好意思。好，黑暗勇哥哦，我爸爸也会煮啦，那他有坚持，就是说要放什么配料，一开始要怎么爆香，用什么爆香？香菇吗？虾米？是不是还有什么葱什么头的？葱头。哎，对，好。伊就讲哎哈，爱用讲，伊就讲哎，啪啪啪，放葱头，哈，然后啪啪啪，叔叔，不是那个麦当劳叔叔的叔叔哦，是酥酥脆脆的叔叔，爆红葱头。然后你们刚才有讲到的，葱花猪肉香菇虾仁，对不对？葱花、猪肉、香菇、虾仁，好，把它放下去，好，然后还有什么？脑拌眼啊，吹葱要给就会搓汤圆，脑拌眼，冰刀滚水肚，裙吹、熊吹、酒吹、鸭吹，冰落去，啊，嘣，冰落去，嘿，爱有无？啊，芹菜、韭菜，然后嘞，裙吹、酒吹。熊吹捏吹，啊、哦，放下去捏吹黑马街，同好哈，当哦，我们同在一起，好 ，OK， 所以这首客家百元歌，我就把我爸爸的菜单写进去，那副歌就是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客家饭的真好食，好，啦啦啦啦啦啦。啊、哦，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正式唱，好、哦，把你们的手借给我好了，啊、哦，不是我需要，是你们的身体需要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好不好？来啊、哦、，Come on，One， 好，电话破数哦，二，一，二，三，开始哦，好，一起打拍子哦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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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
扮演倒后戏。你得按枪，听有讲无？你得按枪，你们好厉害哦！哈、哦。